小宝，好久不见。你父亲跟我母亲没有一点关系。至于你说的5%的股份，我根本就不知道。你不要乱说。 安心，没事吧？安心，你还好吗？你还不快点上来！我上不去了，我能下去吧？这也不高。等我，马上来。马上。哎。